雪莉早，叔叔早，小伟早。早啊，你有开麦吧？喂，有，隔壁的还没。来喽来喽来喽！什么是番茄安安？等一下，你是不是不是小辉？我什么时候教过后面两个字了啊？嗯，对吧？我什么时候有教过了？优化，优化安安。优化啊，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啊，但是可能真的应该会去台中一下下，可能啦，就出去散散心。默默安安，为什么自动选字是番茄？是不是打分？波西，波西，我有时候打波西也会变成番茄，超恐怖的。你讲好久了，你也讲好久要来，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那时候一直没有去，是因为之前那个我不是一直说要去的时候，那是因为阿金那时候好像要拍片还是什么的，然后要找我去帮忙，可能就是录影啊或者加摄影机之类的，就帮忙长进啊。那结果后面就是，就是之前阵子不是电的事情嘛，就那阵子的时候开始比较忙，然后这件事情就不见了。对啊，来台中找我吗？嗯，你是不是不是让我回家？嗯，对啊，而且你看，如果下去台中没有讲好的话。要住旅馆、住饭店，还是当天来回这样？你奈安安，啊，隔壁死好了，大叔，啊，等我，好，有去？你说提前一个礼拜吗？可是可以再短一点吗？提前2天，没有。喂，嗨，啊，嗨，啊，赶快！我刚刚直接快速按掉那个剧情，不要紧，还我不还在，看到你们已经在等了。你看我出来，我都还没开游戏，我还在体验游戏呢。他们 What 都 the 有 fuck？行程，对啊，我就觉得你像是死。那你这还没好啊，我我都可以还去在第找一你次呀、呢。啊，对不对？哦，我就赶快按掉了哈，我看完就直接按掉了。我在七日没时有，间因为搞你我的那装时备，候，你那时候不是也刚离职，我离也不职？是，就是没有看就直接按掉，我是看完才按掉我的。是安安，没事，对吧？那时候你离哎，你可以开了，叫收中心一下，你离我职想先说有空，但你又不说突然好忙，然后没有没钱。要。我说我要带15万发子弹。Eden，我还没有跑完呢。啊，什么东西？你说主当线然吗？是没错。这么我一天就跑完东西，为什么跑这么久？可能我今天非常的不专心吧。你在上班笑怎么死了！而且办？我还是很认我真看剧去情的。探班。哦，我是认真听啊。我是看认真的看剧情，看所有的东西，哎 我优是花，认你真知的听。然后我都能一天跑完你呢、知欸？你怎道么光的？遇年底因为联动可能是鲁鲁米吗？今天的份还没。完了，钉子。怎么了？灵宝的直播比冰封铁还要严格。笑死！也许你哦，你对鲁鲁看米要有没有观众兴观趣看时间1000个小时，啊？爱棉我不知被道怎么办。猫，你加油！1000个小时，你现在加压油住，了！哎呦，扛不住1000个小时，啊！加油啦！我早就爆罐了。哦，我那个转身舞的那个背景果然很好看，还好吧？真的很好看啊！你好，我还在饿。你还好，对啊。
本身二十的好半个嘞。啊，二十？本身有二十啊。有啊，有到二十的啊。对啊，有到二十啊，二十的其实也是好看。没有，就二十就跟十是一样的哦，差这会不会动？是十一到二十是会有动的那个圆圈。对。嗯。它会动。奶叔说他还在重装是吧？还重装他的 G Force。嗯，先开始一局。靠你了。你带。好，好久没玩这游戏了。你带，我也是好久了。你带。我带东西吗？当然了。就你等级最高当然是你带啊。哎、欸，棉被呢？有没有收到那张图？哪？反正是想随便画的，太久没有带了，太可爱了。我没有带过好吗？有啦，你有带过啦，以前你带过啊。没有啊，可能除非是我开的游戏，不然我都没带、啊。要怎么带、啊？真的是原本只是一开始乱画。在商店更新之前，你有带过了。然后画着画着画着，哎、欸，怎么好像有点可爱？那就稍微认真了一 点。掉我一下。哎、欸、哎、欸，奶叔出现了。奶叔出现了、欸，给大家看。怎么点哦？给大家看。首先，你先去商店把那个装备买一买呗。我全部东西都有，不用担心。哦，你都买了是不是？那你就去啊，快捷步，快速步级。对对对，然后等级调一调，数量调一调，然后那个这个字体有够难看。真的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对，是两等。我想，我原本。原本这张图应该是要长成这样子，哎呦我操！我的脸快贴到你不去了，因为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眼花的。我下面有个三万兑换的，太难看了吧？三万兑换图啊，应该是要那种品质的。嗯，我跑1080P，全部调最高，我 GPU 用97，应该要这种品质，然后300fps，这种品质的图。好，我要把它降一下，降一下。画的太热了。艾登，所以哪一个是投胎？三脚架、声音，这个我不知道。头戴装、头戴设备是火光的下一个，十字架的下两个，找到吗？有了。啊，原本应该是要这种套用布局的啦，因为我说不会画太热、然后数量你要记得调哎、欸。这样对吧？不对，哎，对，对吗？有些东西你还没有开三等嘛，对不对？有些东西还没开，对。啊，对，那就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啊狗狗，那是不是来的？对啊，来了。他本人也来了。哎、欸，你要帮苏达画一个？为什么？哪一个一样的吗？我画没中间，也是那个吗？啊、完了，你眼睛被遮住了，随便让我抽嘛。你要随便画吗？没有，你们就还没有准备哦。对，我在补货。哈哈哈，补货一下，很快。哦，反正我有些东西只有一个，我直接买就买个二十个。它不是会自动补吗？为什么还要手动买？去商店买，我就手动就放库存了。哦，好吧，你不要以你一定会死去想嘛。没有，不是，我就习惯有东西的库存，直接给它多一点。笑死！啊，我准备好了。月月，奶如是你了。那是靠你了，靠你那300FPS 去看。不是给我画，我已经把东西都调低了。随机抽一张、不是，新电脑不是这样顶啊。不行，那张太可爱了，温度我扛不住。我人的温度扛不住。人的温度。哎、欸，他电脑会热啊，热过后你电脑会热、啊。原本是想画嘴巴的。那我们我画面有个滑鼠在我中间的。你在后面当背后滑鼠，你再 tap 出去 tap 回来。哦，试过了。那很好啊，你就是找得到东西啊，你的准心就是会对着准啊，不会对准、啊。准心，你有外挂准心抓到了。对啊。我的原来是外挂啊。OK， 太棒了。什么难度啊？ Okay, 太棒了，居然是下雪。制定。一个特技，那个叫什么难度？噩梦吗？还是没有？不是噩梦，我们是制定。
就是疯狂的制定嘛。哎，没有到疯狂、啊，因为我还看得到圣旨。我知道啊，还看得到圣旨啊。我知道啊，看得到圣旨的疯狂难度，你可以这样说。O T O 走喽，走喽，我的大卡都。哦，好多灵球。哦，好多灵球，真的。傻眼。等一下，好黑，不太对。不太对，你那个要不要调一下？哎、欸，我听到丢东西的声音哦。哎呦，你的耳朵很好哦。可是我不知道丢什么哎、欸。然后我听得很远，听到那个声音吓我一跳。我听到那个声音是蛮远的。我跟你讲，我换了耳机之后，真的听得比较清楚。哦，听耳机新体验。对吧、啊？这耳机，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球类的声音啊，但不一定啊。我刚也听到了、欸，在我这吗？哎、欸，这里，我这，那个三个帐篷，四个帐篷这里。三个帐篷。哦，三大帐篷。逼了，2.5这里。我还没看，没听。没看到诅咒物哎、欸，是我瞎的吗？哎、欸，是你瞎了。哎，泽皮安安，我们接下来有什麼你调那个的点阵哎、欸。哎、欸，我也想去 CWT 哎、欸。哦，对耶，最近 CWT 没反应，不是有光遇哎、欸。啊，奖励活动。嗯，温度没有降。娃娃得到的没有骨头。运动感测器。2.5，你这个年纪还是不要去人挤人好。而且近些年的这些漫展啊，或者是 EWT 这些人更多了。哦，彩烟。没有没有彩烟。灵球吗？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看，我就直接放下来的。不是。我在看，至少不是紫外线吧？换妖魅影先删了。哎，紫你有灵球，有灵球，有灵球。哎，灵球是不是？那我们就要看别的东西了呢。走，红灵盒。你怕灵球有什么？你知道，我刚已经忘记开那个鼠是按什么键了。这哪里？红灵紫光刺骨。没看到灵球有什么？刚才没有看到那个左边的那个小空间。哇哇，好亮哦！左边这怎么回事啊？那我先把这个关掉。找到了，你的骨头。Take your hand。没事啦，反正你看到灵球了嘛，就当做是灵球了。就直接就是就直接先认为是灵球的证据，然后再来是通灵痕刚刚测过没有嘛？紫外线没有吧？那就是再确定一下你们判断。哦，我看灵球，看灵球，这灵球也太过分了吧？它才出现一点点而已，厉害吧？吴延安真的是超级一点点而已，那个运动感测器拔掉，谁在玩呢？灵球，看一下哦，寒魔不是，嗯，活跃性还可以吧？哎、欸，等一下哦，好像，对，还是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在里面很久，哎、欸，你们两个理智有点低耶，我都没出击过。然后我先说一下，有女妖，所以你们两个的理智都低于50哦。也是啊，十二算了啦。对啊。然后现在平均是60左右，60左右的话，有好几个早恋鬼哦，灵球的鬼。也是啦。你好。也是啦，我回车上了。哎，谁吃药？浪费。好吃。我一吸。好吃。好吃，为什么这个帐篷门长这个样子？丑不丑？丑就对了。傻眼。反正不是我的。玩心大大，吃个药。不用吧，我看看是。吃药。这是女妖的啊，我不用怕啦。中药，小朋友吃药。对啊。这个。
没有没有，鬼魂事件。哈我哈我。他是怎么哈？不是啊，是没有看到脸啊，白痴。哦，没有，他是黑影。OK， 我没有没有。你问我怎么哈，把我重现一下嘛。可以剪金发的，哎呦，他怎么可以剪金发？谁考？哎、欸，那脚印有拍过吗？那时还没有，我还没，没啊，也我也还没有。他只一个，他只踩一个，在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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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那不服了。所以，如果是要繁星是目标的可能性会比较低一点。比较低一点。就是如果是只有一点吗？只有一点吗？只有一点吗？嗯，一点，真的只有一点，因为那个之前有一个人，他理智掉到二十多了，他那个灵药才裂第一次。哎、欸，靠腰。裂掉。哎、欸，慢哦，慢哦，变快了，亡魂。对啊，他就看着我啊，他就追着我啊，翻一次而已吗？没有没有没有，不止杀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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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就是今天拖让他们跑啊，没办法了。亡魂呐、啊，这个是。哎呦喂喂！因为他的速度很明显，就是十十。干，你没有把那个猎杀的关掉啊？对。你就进来玩、啊。我忘记关了，很抱歉。爱你好，老哥，你说过那个给我存好。哎、欸，可以出来了。有进来哦。不用了，我们可以走了。定时成功完成双杀，哎，好狠哦。应该是亡魂吧？应该不会是你魂了吧？应该不会是你魂在搞吧。而且。而且刚才他没有时间没有阻止到，因为他是从那个猴爪梯那边猎杀的。嗯。Aiden，你真的死了耶！啊、还有假的吗？我用脸挡，我用脸去挡。有没有走啦？有没有走啦？有没有走啦？没有，我的意思是，刚刚出发之前，我说。你不要以你会死为前提去准备嘛，真的死了耶！有人在堵我啊！我死了耶！哎，我的 fuck！ 好扯哦！那为什么刚刚一瞬间会那么慢？因为也没有很慢啊。有电子屏跟没电子物品啊？不是，那个是慢，不是常数。它是慢，不是常数。踩到烟啊！烤的烟哦。那门口有烟啊？我不知道啊，在忙。你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我、哦、抓到了。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说这种话了。没事，我就几千，我、欸、就几千块钱。哎呦，按错了。哎呦，你咋了？没事。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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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啦？又怎么了？原来是按这边储存啊！所以你是把什么关掉？连杀吗？连杀。OK。哎，之前我们不是去那个灯塔吗？uh-huh. 我们去灯塔，我们换难度嘛。然后换回来之后，我之前没有储存。哦。啊，我没有储存，所以那个连杀就又回来了。嗯，我明明之前就叫你存了。我以为我存了。那、啊、你不是说开着我们比较刺激吗？没有，后来我改掉了，因为我变成小闹闹了。你本来就是好吗？你不是说你开这个模式只是要让我们进来的人有刺激感？有吗？我是这样讲的吗？你是这样讲的、啊？不是吗？不是啊，我不是这样讲的吧？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开连杀、啊，说这样比较刺激啊。我说，可是你都不进来啊。我说，对啊，你们会比较刺激啊。好像是。
看，就糟糕，你这样讲一讲，我突然觉得好像很像是我会讲的话哎、欸。而且讲就是这张图，同一张图，我还问你说为什么要开连杀？你说你比较有刺激感、啊，同一张图。那次走、啊，有人是想要跟鬼合作杀我们啊？并没有，乱讲话。能买通鬼啊，抓到了。Nice 是你的。不要再七日了。没有，他没在七日。不要再手游了。九日啊？没有，也没有。对，没有。不要再外踢。也更没有。好可爱啊！我自己画一张自己用好了。什么好可爱？我还在调整我的电脑。前天随便画的一张图。嗯，随便哦，但画得很可爱。有时候越是随意画的图越好看，对吧、啊？可以了。那有时候就很画图这东西就很神奇。完了，怎样了？你拿钥匙？没有，你们那么说画图，我突然想到那个小说剧情少了这一段。啊，你写不完的，写不完，根本写不完。不用想了。骨头，在啊！我忘记这一段要写了，哎呦！等一下，没电闸是不是？我去开。哎，再等一下。下是电闸。那个召唤阵开了。哎哎，在楼上哦，因为那个餐厅的上空掉下来了。哦，是土气。楼下吐烟呢、欸。哎，才是这不是上空。楼下吐烟呢、欸。我看一下哦，走廊呀，走廊是，哎，好像不是相框哎，走廊哎，走廊，啊，那么麻烦的位置哦。没看到零食。先把相机丢这里，先拿东西。用一下通灵粉。搬货。没反应，很悲是不是？喝一口可乐。哎，对。三个。哦。喝水分吓到了吧？吓死！哈哈哈哈哈！水分。哦，我被袋鼠吓到。2.9温度还在降。我刚刚想了，我第一想法是，哎、欸，怎么这么大声？呜一声，然后被到了，然后我就被那次吓到了。我被吓到的对象是克洛伊，奈如，还在降。不会啊，只会到一度啦。彩岩，哎，彩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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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一放秒踩，没有紫外线。为什么是用那个荧光棒啊？灯呢？一个荧光棒，一个灯吧，应该是灯在门那边。我没有看到灯，所以我就拿荧光棒来照啊。灯在门那边，不是紫外线。现在还没有证据吗？没、嗯、有。然后我没有看到灵球，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刚好他在最里面那边，也说不定。你进来照啊，不用怕啦。看那個、没有，我在我回车上拿东西呀、啊。哦，我刚回到车上拿东西而已。我以为那个墙、那个木板上面那个是手印。哎、欸，有那個、很像哦。有一个那个点阵，那个点阵超像的。对啊。那任务是 EMF 哦。大、啊，哦，不是，可以拍照哦，照相机在书上面。哦，哦，我忘记打火机可以，可以拿，可以啊，可以随意拿、嗯。我忘记了，我看到打火机全部都没了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怎么会全部都没了？打灯之后我们就玩过一次而已。哦，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忘记了。既然都没有，要不要开灯？开呀、啊，可以开呀、啊。完全没有。
我现在没有反差。什么反差？应该蛮低的。对啊。没事啊，其他人不回避吗？对，我刚刚正想说，你们都走了，我要先，我也要走了。没事没事，我收拾香烟，我得收拾香。没事，鼠尾草。真的找不到，快走吧。快了。等一下，我试试试。谁还没玩过通灵盒啊？金子，谁还没玩过通灵盒啊？金子，谁还没玩过通灵盒啊？金子。为什么玩过通灵盒，下一句一定是我的名字呢？你都没有玩啊。零千五十八是这样讲的吗？嗯，好啦，底下我淹死。你这挺平均的，就是奈斯低一点。你要坑吗？奈斯在里面比较久。对啊。要坑吗？喝啊。你喝，我不用喝，我待会再看。哇，好大声。对啊，不然我吃药超大声欸，撞到牙齿的声音。裂上去，像超裂。那你们吃药的时候，是不是顺便把牙齿吃下去了？嗯。好吃吗？嘎嘣脆。哎呦！等我再找感冒药来吃。怎么了？你感冒了？感冒一天了。嗯。就是早上上班不想吃。为什么又拿烟呢？不闻的。好哦。待会猎杀的时候可以还的。今天我一个想法。嗯。哦。爱丽丝安安。Hello, hello. 没有睡耶。嗯。啊，你要不要撤通灵盒啦？你关灯，你关灯。离开喽。早安呐、啊，早安。等一下，同一个人。没有感觉。没有，再关再关，我还没撤。没有反应，笔记也不写。温度呢？温度也没有。1.3。2到3，2到3。怎么念？通啊 ，bring bring， 我们这里有几个相机？一个吗？我来说晚安了，功夫晚安，谢八楼，谢谢。S-E-A-N 是连你是平均65，不太像恶魔，连 EF 都没有测到的，对不对？没有 EF 也没想，完全没想。对啊，完全没有哦。暗影吗？很不活跃啊，这是鬼。对啊。暗影证据是 EMF。今晚太小晚安。笔记韩文都没有啊，你滚他一个嘞。EMF 我们在里面的时候，他肯定不会跳啊。嗯。可能要去隔壁，可能要去房间里面等啊。如果要等 EMF 的话，可能要去房间里面等，开灯等。然后笔记的话，他是可能会写的，但是就只剩下笔记，所以也要等他愿意写才可以。而且我们也只有一本。他说在灯光下更容易被鬼杀是什么意思？啊，不懂。就是说猎杀的时候在灯光下，鬼就看得到你。
很闷吗？吗？吗？我不知道哎、欸。做声音啊。嗯。我怎么知道？外面的摩托车。好烂哦！改那个，改那个什么声音是做出来的吗？你们注意一下，我去厕所。注意什么？你要去厕所注意什么？你想干嘛？你们注意一下，就是他待会会不会有动作啊，或者是拿出 EMF 之类的啊？啊，拿出 EMF 啊！好的。好了，你快去啦！一个厕所。我有听到一个什么嗯的声音，我就外面摩托车啊。摩托，他声音好什么、啊？好像是做人做出来的声音哦，好神奇哦。这样说，嗯，零就不是怪人，完全不动哎、欸。对啊，零球也没给啊。我们这时候回车上马上开走，他会生气。应该不会吧？你是在里面吗？你刚进来。那是哪里？你在里面哦，我在门口，哦，你是这个角色哦 ，OK。等一下，刚、哦、有人进来吗？没有啊，不会，我不坐外面。哎、欸，我怎么听到脚步声 ？IEF 没有响，可能是我们的脚步声贯通。哦哦，有可能哎、欸。我们都在外面。加 EMF， 我是好恐怖，为什么回事？怎么办？我要进来。蜡烛要烧完了。如何？没有。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对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温度呢？对，2度、3度、2度、3度、2度。所以没有寒温。完全不互动、欸。寒木先生。完全不互动。完全不互动的话。我们有一个非常极致的选择，就是直接选暗影然后走人。对啊，我刚刚是讲啊，还是我们选暗影就直接走人，然后还说你会不会生气，你知道吗？没有，我才不会生气，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你可能没有按到、啊，欢迎你安，没有选好。他没有什么，就怕你没选到、啊。你没选到啊，我们直接绕干呐、啊，说怎么了？我们确实没选到。鬼冲出来，我们直接冲进去上车，然后关门。对，我们鬼冲出来杀了我。啊！他真的是生气是不会生气的，完全没有喂、欸，也完全没有喂、欸，那就直接按影走人吧。他这样子我们也没办法。这么害羞干嘛？害羞干嘛？最怕的就是结果不是暗影，然后是有什么不知道什么鬼在那边装暗影。哎，昨天生日快乐啊，欢迎！还是暗影，屌虐，真的是在搞。果然是暗影啊，都是在搞。每次都是暗影在搞。来如，不要再九日了。嗯，什么九日？没有，是七日嘛。哦，他们玩那个 Once Human。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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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知道，我们这七日时间就曾经是人类。我的一边准备干走。
嗯，还你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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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很麻烦。我只是习惯带而已啊。你很麻烦。那是一款看起来非常有趣的游戏。玩的吧，金子，玩的吧。你觉得我有时间吗？玩的吧，哎，时间就跟如果我一样挤一挤就有了。哦，没有。如果挤一挤就有的话，你看我，你看我有需要一边开台一边洗吗？黄泉哦，你说他们的头像哦？对啊，哦，厉害吧？我的吧，那个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电脑房可以躲，他的是 Adam 的是红飞霄，不是黄泉。这个可以躲，哎，日者幻影那个，贵的门声音不一样哎，通灵版。一样啊，一样的咳嗽声啊。方也可以躲。那个骨头在厨房。OK。哦，电脑房跟婴儿房可以躲，走廊两个都不能躲。答案。Aiden。啊。早上我还在那边跟你说，哎、欸，我这里很凉哦，他妈晚上就开始热了。我笑死，晚上我这里老凉了，我这里下雨。好热啊！好，走廊，这东西。什么走廊？快掉下来。前面走廊吗？走廊。哦。哦，对，走廊，他要丢这个。啊，放个灯，放在这里。关。可以。啊，通灵房，我听到了，开灯，我怎么没听到？你在哪？哦，那个通灵盒，你要看那个吗？对，我看一下理智。对，所以我才叫你这门开灯。Aiden 嘛，81，85，82，85，不太像。84，那就再看一下好了，再看一下。他关我灯。臭小子，梦魇好了，老干。82，那灯都开多久了才关？不一定是梦魇了。嗯，哎、欸，你在没有灯的地方嗎？啊，我要去问他几岁。我在灯下面啊。你要问什么？问他几岁啊？哦，通灵版。欸不对啊、又关灯，不像摩洛伊哦。还有关灯，不像摩洛伊，有彩人吗？有，彩人没脚印，那就不是魅影，肯定没脚印啊。肯定没脚印吧，都已经有一个登机了。啊对，哈哈哈哈，有怨灵啊，不像摩洛伊，是不是？那我就来继续。没差异，我就不问了。哎，玩门！你要开着灯玩这个、哦，你真的是太久没玩了哎。帮你关，跟他玩。对啊。我想说，这三会不会是那个咳嗽啊？对啊。认真。那我要玩。还有声音。哦，两个人直接没反应。我现在可以这样子玩哦。可以啊，不是啊。The sorry。哦，你说点那个运动感测器哦，可以啊。就是我点到我的滑鼠鼠标不见掉啊。The sorry。怎么老是你？谁我吗？可以吃了。吹蜡烛。吹第一次。不要点了。我没有啊。你说桌上这个吗？没有，那个是我点的。好啊。你去看一下理智。平均75。哦，那没问题。就关灯了。大关特关。哎，他吹了第二次了。OK， 那两个都点回来。OK。哎，雾影，好了。Win 没有你，没有灵球对吧？嗯，竟然是可以玩他了，我的妈！哎、欸，还要拍照片呢、欸，等下先别拍，要拍照片啊、好像是我，好像也是哦。5678，差两个。
哦，还有一个收音器检测超自然声音的那个。靠你。那你喜欢靠我两、有两个呢？我拍鬼照啊！再讲一下。拍鬼照、哦，完蛋了！完蛋了，了我拍完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现在好像不行哎、欸。会不是吗？现在好像不行，因为我那天还很笃定的跟两个新手说，现在不用那个以前不是说我一直以来都是满的拍鬼照，不然真试试看啊。结果那时候我还很笃定的跟他说不会啦，啊结果没事啦，嗯嗯，就刚好也是误影，完了我们自己被拍怕打脸了。对，我就因为他好像后面改的啦，所以哦，只能尝试啊。这什么烂改动？试试看啊，走啊。哎，雾影是走很慢的，就对啊。白雾哈，还是我先拿一下那个鬼草。哎、我拿走了，只是这样拿走了。我还在看听那个收音机，你先不要拿走。你去厨房玩啊。不了，你可以玩。雾影而已，你不用怕吧？哦，有了。雾影而已耶。而已耶，你加油！那次拿相机，我们去玩，拿相机过来玩啊！我们去蹦迪，我来测试看看还可不可以啊？你们加油，趁机赶快！趁机什么啊？就雾影而已。没有，我趁你们在那边截人物的时候，来偷开车走。人物吗？不是，开玩笑。哎、欸，还是、哦、我刚不是是诅咒猎杀。我刚刚不是有说，就是我相机在开台时在忙着别的事情。有啊，这个人洗一天洗一条。我妈妈喽，老血环节，我去餐桌那边，再见。记得烧它。好，我先烧。看啊，没有完成啊，还有很多张都没完成。还有那天直接打脸，我就觉得啊，那这个这改动真的很白目哎、欸，很烂。这改动是最烂的改动，我也觉得。哎、欸，毕竟你拍鬼照不一定拍得到三星，它会闪，对吧、啊？就只能鬼魂事件什么的才能拍啊。哇。Hello， 哎，所以就说没有注意到，害我全拍完，哎，那好像是灯塔的时候就改了。哦，就是最新的更新嘛，这就。对啊。对，灯塔是近期更新。对，是跟你们讲一下有这个东西。懂了。哎，所以看到拍鬼照片的时候，小心一点、啊。这个时候就是要去 Steam， 然后点到站，然后给打了一串英文的那个什么，跟他说这个改动不改回来，我是不会把导站给收起来的。听着就行了哈。嗯，不行了。雾影。Welcome back. I've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巨巨，对吧、啊？拍得太开心，我是根本不知道这任务有，这没有看到这个任务。对啊，我甚至不知道他是雾影，好吗？这只身材不错，拜托，他的额头也不错啊，很省电哎、欸。在大太阳下不用开灯呢、欸？你讲什么屁话？大太阳底下不用开灯，好像很有道理，但你好像怪怪的。奇怪，这设备谁出的、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出街的运动感测器？
我出的。它不是出街吧？这是出街的啊，不是二街的啊。这个二阶的，那、啊、你不能出到三阶的了、啊。三阶不是不能，他七十一等而已，等级不够。哦，我以为不是不想，不是我以为不是不想是等级不够。我以为运动感热器五十几等呢、欸。没事没事，我的八十吧，差不多好像是。发误会啊！好了，我都拿出阶的。那就好，先看一下回复进烧箱。没办法，目前等级最高就做 A 等而已。熏香。冰箱、十字架，哎、欸，一个冰箱，一个猎杀冰箱，一个冰箱，都要杀人，对。主力。吼吼吼吼！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吼吼吼吼！压力很大。Merry Christmas！ 时间过好快哦，已经八月嘞。我想时间过好快了，快十一点了，没有在这。店房可以。啊，魔镜。快看快看快看啊快看啊欸开门开门很明显好像是楼上你赶快看嘛我已经忘了这张图的地方了欸这边吗是这边吗欸储藏室有 EMF 吗有储藏室有储藏有铁架骨头在、欸、在这一楼店房哦、OK 不会是骨头在哪里二楼右边那间房电闸开了 OK 啊所以在一楼一楼店房一楼店房有人知道在哪里吗带我可以带我一楼店房那个一房那个工具间呢、啊、厨房进去那边呢、啊左前方，左边，镜子标示右边，左边。来，镜子，我们往左走。我的。好讨厌哦。我没办法，不给吃就那不行。唱歌。是吗？嗯。OK， 猜着他，他没闪。OK， 他没闪就是不是那个幻影还是幻影？嗯，不是幻影。那个 B， B 什么 ？EMF 在哪？哎，等下点阵，点阵。有啊，好诶。点阵是吧？我好像看到点阵。没事啊。点阵的话，不是大不了就怪你了啊。有看到很明显不是点玉林点阵的话又有雾影了哎、欸、不对雾影没有对不起雾影点阵然后不是玉林肯定是我雷魂嘞我就把东西给关了没有你魂呢、啊、雷魂哦有雷魂哦确实啦因为而且有差爷哦那其实我们你是有一点小围了啦没事啦我在外面没事啦在里面的就有事了，点阵可以拍鬼照，我知道，所以我才说三星鬼照片就只能鬼魂事件跟点阵啊。那天我是跟小新手们说，没事，我们先拍完再来拍鬼。怎么知道这游戏暗改？两个点，两个点闪。竹子猎杀的，只是叫竹子猎杀。岩巴，我来了，岩巴。少太多了吧？不至于吧？嗯，很多吗？可以逃命的、欸。对他那个环速超好用。对啊。虽然遇到，如果是遇到，我觉得我们需要运动感知器，因为有魅影。嗯，不用啊。有运动感测器才知道他有没有经过。我就等你这句话。如果他经，你去哪？你进来放，我就在等你讲这句话。来吧。What the fuck？ 这灯怎么是这么闪？闪什么？在闪什么？在闪什么？闪什么？
你瞅啥呢？为什么？怎样？关灯了。他没关灯。没有那个门口的那个房间。我想说，门口好像是一直都没开的。哦。没有对上。那什么时候改可以分叉的？也是这一次吗？一直都可以。哦，真假的？可能就是我们一直都没在用。一直都可以啊，因为没人会去点这个东西嘛。对，而且我们通常都是跑玩那个最高等的运动感测器，我们都玩很少有很少用第二等的。我们都玩金丝色镜头，很少玩两等的。哦，等。哎、欸、，EMF 嘞？EMF 嘞？都在车上。那我记得里面有啊。对 ，EMF 在车上。是我拿的、啊。可是里面还有什么？我拿小台的啊，他、啊、跑去哪里？哦、小台的就没看到。小台好像在里面，但我那时候没看到。我还是该不会被撒在烟堆里面了吧？我会生气哦。不知道。没有哎、欸。我还真的是不确定啊。拿好的来了。我现在好像听到在这附近。没有。真的觉得这个游戏主角要锻炼一下，要走那两只船了。太虚了吧？采盐了吗？没有。没有。Nice。可是刚刚晕的感觉是多了两下。刚刚是 Nice。哦。好好哦。温、欸、度还在那边吗？先生 ，Oh no！ 哦，炸灯 ，Oh no！ 他炸土吗？换也不是啊，外面吐烟的，拿去测测看啊。好像是换的，我在外面吐烟的。对，都吐烟了，我刚吐烟。三度了，那就是要重新放烟了、欸。可是。回温，哎、欸，没有啊，还在这哎、欸。我是多带罐盐。我有啊，我有带啊。我这里面也有在吐，还是还没回温呢、啊？我摆在门口。5.9, 5.2, 5.4。六度，爬的啊！我要带他来采盐巴的，哎，黄是魅影、欸。对，换了，换厨房。厨房有1度，然后里面6度了，刚测。他完事。来盐。然后运动感测器。我觉得是魅影哎、欸。我也觉得是哎、欸。其实我也觉得很像魅影。猛傻，他超级像魅影，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他应该早就该采烟了，可是到现在搞个蜡烛过来，蜡烛，对，他推蜡烛拍照应该算是灵异事件，这样拍照吧？不是，蜡烛不是哦，灵异事件是他要现形啊，不是灵异事件，我讲什么拍照用的那个哦，互动，哦。你说互动，对，欸、互动。他看门，好，没有关起来。啊，肯定是他的。啊！肯定是魅影，肯定是魅影。是啊。51。他在我面前。走过这个，然后没有吹，没有踩眼。好。有没有那么刚好？怎样？两次哎，两台都是哎。两台都是。哎、欸，吹了，还有相机吗？有。
就是八趴，就是九。有拿药进来，拿药进来，我得吃。哎、欸，靠腰玩到很少。我就想说，哎、欸，奇怪，怎么突然打嗝了？你后面丢药给你。他、啊、是不是动电杆的开关？如果你这次不回来，他可以练，嗯嘛，可以不用练了，练不到了，嗯，练不到了。秋瓜，你娘的！他秋瓜，他直接在我面前蹦出来干。那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使用能力，然后马上鬼魂世界。他直接蹦在我脸上那个黑影。他使用能力啊！我心脏不太好。哎、欸，诈骗满了，诈骗满了，就差猎杀怎么搞？嗯。一个是十字架主力，一个是猎杀烧香。我先拿神像。哎、欸，为什么我烧起我的烟烧起来了？完了，你烧起来了。哎、欸，我没有按右键啊，为什么？你看我上次就说有我的也会自己烧起来，你们都是我自己点的。哎，是有 bug 耶。之前就假、啊，有人就觉得说是我自己右键点的，我说怎么可能？我手就在，就手不在滑鼠上，我怎么点？对，bug 这东西我们做不得解释。烛光晚餐。我原本想说，哎、欸，你要香哦，那我拿过去给你，然后我切过去，哎、欸，我的香怎么突然烧起来？我的香就烧起来了，一瞬间偶然烧起来了。鬼附近使用熏香太会点了吧？先点掉。他不小心点到了。我已经点到了，刚才要点蜡烛的时候点到的。来个死架。小丽梅，有猎杀没？我拿镜子喽。拿什么？我现在理智多少？你现在的理智27。那我不要好了，给你看。基本上看着就很容易直接啪。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还刚好瞬间使用能力，就狙了。按谁最高啊？检讨一下好吗？定时。哎、欸，干嘛？不用想，定时吧。干嘛？我干嘛？关掉都没太高。谁最高？理智压不下来。没有，已经快要可以练，已经可以练了。那是快，可以更快。没有怕什么？没有，可以练，可以练。我是58了，我怎么快变58了？没有，不是，听我说，我吃了两罐药，我都没进职高了。不要学。我被吓了，耶、yeah。哎、欸，你们如果不在脚底下放那个十字架，是不是很危险的、啊？不用怕、啊，死掉就算了。好，裂了。哎呦，我去！解了任务，解了，哎，别咬手手。我等一下。没有，挡到啊！他从客厅走来、欸，他从客厅开裂。OK， 我们解到的是熏香。嗯。应该是吧，我去看一下。就是我们
找个时直接过来。哎、欸，怎么了？为什么接近那边信号会干扰到？白痴哦！那个信号很恐怖。那、哦，是了吗？有个时间在里面。在啊，对啊，那个放客厅。大概是从客厅对，他们开始开地。应该是刚顺利吧。其实也可以，就是继续躲着，然后那个时间来手上就。嗯，也是可以啊。哎、欸，他毕竟他确实是有可能就是使用能力，然后瞬间猎杀的。对，你说放在我们脚下、哦？鬼魂事件哦，在你面前哦。来，看，打的烫烫呼噜。鬼魂事件哦，哈气哦。你有拿？你有拿吗？烫烫有啊，脚边。嗯，应该吧。喂，往这里。好活跃啊！我后面就很不想解完美挑战，还花时间，会很久，对啊，确实啊，有时候会给他搞，被他搞很久。没有组这样的。OK， 再不接了，走。不接了，不接了，太花时间了。的理智加起来啊，没有，可以走了。没有，你是什么来着？哦，命，我有点吗？啊，我没点呢、欸。你有点吗？我也是在想我有没有点呢、啊欸啊？有没有点？我突然哎。欸各种啊，糟糕，有没有点？各种忘了有没有点，笑死，真的是。哇，我们等阶级二三四五，哇哦！哦，真的耶，刚好二三四五。我到现在还很讨厌妖怪。真的很不会分、欸，一个证据的妖怪我真的不会、欸。一个证据的妖怪没有那么好找，没有那么好看。真的你说他長得首先第一点你要、啊、不是、哦？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很会遛鬼。这是小事啊，重点是，我怎么知道他听不听得到、啊？因为有时候躲起来，感觉你看有好几次都是以为他是妖怪嘛，听不见。啊、结果如果你心脏够大颗的话，你可以尝试就是有啊，躲在一个、啊、没有，你听我说完，你躲在一个躲藏点跟门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你直接在躲藏点里面开麦，开那个麦，看他会不会靠近。有啊，就是被这样子阴过啊。哎呦，厨房，而且送骨头。哎，是这里吗？对对对，开窗吧，应该是开窗。好像是拍窗，他那个方向哦，有盘子，这么凶啊！挺活跃的呢，已经活动了这么多次了。我刚刚没靠灵球啊，不一定是赤鬼，乱叫啊，差也有可能啊。用一下通灵盆。可是我刚刚没有看到灵球。用 P I P， 嗯，要好吗？好、哦，有反应，通灵盒吗？继续玩啊，继续玩、啊。等等，在这里、啊、很活跃，在这 啊, 啊，很活跃。软魂吗？剩下的活跃鬼好像是软魂而已。来看看我理智承认。
我。嗯，干嘛你要当医生是不是？来，嘴巴张开，看看你怎样。What the fuck？ 啊，我没有放完。nice 的吗？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四，不是，七十一不是。六十八了，为什么？六十六了，为什么？六十八，六十五了，是，六十二了，是，六十五了，六十三了，好了啦，还是六十二，摩洛伊，又是你，六十一，捕获鬼照片猎杀，五十八了，六十五，开始，我操，吃药，嗯。所以你们要挑战拍鬼照片的摩洛伊是不是？哇！你们要你，下一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照片拍满就直接走了。哦。放眼了，投放。回照。回照拍到了。现在在车上都有这样子哎、欸，超好笑的、欸。他最 nice 哎、欸。你从。鬼照拍到了，到二楼，他就是从这走廊走过来，然后不理我，直接转过去找那一只，然后我太强了吧，那可以遛鬼了、欸，猎杀熏香，那躲起来就好了、欸。猎杀熏香，理智二十，一直给我去躲，那边可以躲啊，在哪边可以躲啊？应该是可以躲。最好的躲点不能躲。那个严阵法还是什么说法？欸、有啊，走廊这里还是可以。走廊不算很好。刚刚开关门游戏啊。开关门游戏。开着。Hello。Ma'am。Ma'am? 车库可以躲。Ma'am, take the picture, ma'am. 车库哦。嗯。我们扫描到这两张，这两张。来。第三。这两张。OK，我先拿枪，我先拿熏香。够了。嗯，那个十字架放哪？我看到。你们要在哪边引？这里。还是要有人去烧的。嗯？烧什么？电箱不是吗？要。我啊，来啊。对，那电箱是不是？上的火。你们都躲在楼上哦？没有啊，我等一下会去找你。因为我在楼上。如果来得及的话，如果我来得及的话，啊，嗯，鼻子很痒。所以 Aiden 是在楼上，奈斯也在楼上。没有，我等一下在车上。你在啊？啊？58没有，我要躲进来，进来。那也难躲啊。车库，你们去车库啊。楼上也可以。楼上的话有点远哦。对啊，有点来不及。嗯，应该是还好啦，因为我们要干嘛？我们嗨，你好啊。我操，走不了。这炸灯。是啊，人车库，走廊好像没有。走廊有一个、啊，但这都有点远而已。哎、欸，为什么你跑出去了？哎、欸，我在边上。哎、欸，为什么我被挤出来了？但是你跑，为什么你跑出来了？因为我没动啊，我刚才打火机，要死。
欸，这什么东西？哇靠嘞！那个穿墙是什么鬼东西啊？我也不知道，脓包啊！脓包是啥小？我操！哇操嘞！在这里，在这里立，也是很会、啊，真的是很会。欸，等一下，有人在车上吗？没有啊。What the？ 那我去啊。要在车上干嘛？怎样？干嘛？没有。叫什么？就是开那柜子门。你要去车上干嘛？我不敢了。我也不知道。没有，你刚问有人在车上吗？啊，为什么要挖冷巴？对啊。为什么？没有，因为。要怎样？因为刚刚他已经可以裂了，你不要，你就不要这个时候出去了。那、啊、你这时候走出来，不是？没事啊，那个你是跟我来哦，你是跟我来。你在怕什么？好怕、啊。怕什么？你就躲柜子，你又不会死。没有，因为那个柜子上好像有点 bug， 好像猎杀了吗？没有没有。那柜子好像是电动猎杀了，好像有点 bug， 就是如果开的话，里面的人会被推出去。帮我开门。请问是出事了吗？没有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该丢多一根香进去了。没了吧？有胖安安。没有，还有。不能开门啊！开了开了。那真的会弹出来啊！好恐怖、哦。真的会啊！刚刚那一次要帮我开门。真的会啊！真的会啊，所以刚刚一等开门的时候，我在吓死。反正一说啊、要开门的时候，我直接旁边开门，再丢一个箱子去给你点时间。摩洛伊。OK， 走喽。一班儿。Welcome back. I'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 我那只直播超顺，没有完美哦，有，有啊有啊。我在揉眼睛，没戴眼镜，可以了。哎，怎么又回到这张连杀图了？我已经关掉了。禁止三助攻。我已经关了。没有，我刚听到禁止说。啊，没人在车上哦 ！What the fuck？ 为什么这么好的地方没人去？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哎呦，这么好，我是说没有人在车上，那就没有办法马上知道那个练完了没啊？又没差，按灯就知道啦。如果说还没有练差之前，那个电闸就关掉了呢？不会啊，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啊。嗯。您真乐观，哇塞！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不是哦，我都敢遛鬼了，都敢进去跟鬼玩了，我会怕这种东西。哎，我小孬孬。对啊，所以是你想太多了啊。啊。而且也不用在车上吧，直接在门口就好了、啊。况且，好啦好啦好啦，想太多你也不敢进来玩。做一个小帐篷。什么小帐篷？怎么了？做一个小帐篷。没有看到灵球，他的遗骸在厕所。没有灵球。也没看到他的行动。
会是萤火吧？那个萤火哎、欸，这里耶，真的萤火吗？八度，八度，有你东西。啊，拍的。有没有指纹啊？没有。就像拍木头是在里面，指纹在哪里？我在那个啊，就木头上啊。嗯。我用下重灵盒。嗯。没反应。嗯，它是笼子，测出来了，它是笼子。哦，眼睛笼，不是，又要捕获鬼魂照片。哎呦，怎么了烂东西呀、啊？对啊，烂东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什么？干什么？哦，彩岩呢？我没看到他在哪里。哇，我有那个吗？彩岩没有啊，没彩岩，没有吗？哦，他现身而已。哎，丢那个球啊什么的？不会又是魅影吧？没有，他还是在外面走过来的。哦。他在喊我，喊多少？五十六十二。没多少。我踩了。没踩岩，踩岩。没脚印。没脚印。没有脚印。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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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哦哦。那个音浪感测器可以拔掉了吗？啊，很吵，我知道。嗯，聪明的，这里降级了，可以看。有东西。外面也是哎、欸。嗯，理智有点低啊，平均。哦，结束哎，结束了，结束了。对啊，他那个声音是结束。我没听哎、欸。有哎、欸，你这么厉，你这么会听哦、喔，怎么办到的？教我。FBS, 怎么设定的、啊？经验。不是，我是完全没听到。上骗了他了，我听不到。刚好 ，FPS 玩家的那个第六感。怎样？好，肯定是新电脑性能太强。哦。再扛一下，我再刻意要扛一下。要拍鬼照的关系。啊！他怎么这种时候现身啦？让人拍鬼照啦。是九十五。对啊。照片还差三个位置，一定要拍鬼照。嗯。要两个哦。对，但是先不要，先留两张，我怕我拍不到鬼。啊、可是你拍空了一个，还是要那个啊？也是啦。对啊，就拍吧。那拍留一个就。嗯，不像恶魔。裂了、欸！越！我有元宝，拉过来，拉过来。啊！死了。都没拍到。嗯，有听出那个脚步声吗？蛮平常的。他就是正常的看到我加速。正常的看到加速。哎、欸，又来。没有，吓人。先生这里。
就是。但是你出，我现在连证据都没有，有很难很难拉的，是因为笔记啊。他平均是多少？他平均是五十以下。刚平均是五十以下。哎，注意一下找内鬼。平常速度的话，亡魂跟差也不是。不是亡魂，不是雾影。雾影肯定不是。对，幻影的话不知道，没有拍到。右现身。丢东西，我丢的，抱歉，按到，按到，不小心按到，你走一走，按到球，啊，把丢出去，不要开那么开啦，不好赌啦，不然会关门。对呀、啊，他会关门，就是有危险。在我旁边呢、欸，十字架。放镜子，我今天倒两次了，也是没差啦、嗯，因为其实钱蛮多的。我不知道，我今天倒两次嘞，怎么？有盐包，等下他会采盐包。嗯，不像烧毒。不像烧毒，没有，他正常加速，不像烧毒。你猎杀条驼场啊！驼场，没了没了没了。你猎杀是不是条最长啊？当然了，不然怎么拿那个倍数？你走进来教你。为什么？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速度吗？还好我有带盐巴哎、欸。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找到证据，有点难搞哎、欸。有啊，有证据啊，有文啊，一直都说笔记啊。哦，对，笔记。来，我想说，你刚才说他的什么耳朵，什么玩家这么好、嗯、？OK， 我懂了，那就是我的问题。我烧了啦，不是这刚、个，不是这个、几分钟刚刚没有看，谁没有看？对吧、啊？不是要进去躲哎、欸，关。靠什么手里？因为鬼音跟魂魄刚刚听不到。哎、欸，给你什么？不是你就对烧了那不是没那么快，不是魂魄吧，感觉没有300秒啊，没有啊，还没嗯，剩鬼音跟梦魇呢，但是营地超级难测梦魇的，猎人吗？嗯，猎人哦，不是鬼音，嗯，不是鬼音，那梦魇了，所以是梦魇呢。啊，恶魔有没有考虑一下？不像恶魔，不像，我觉得不像啊。然后我刚看他丢东西的频率也不太像烧灵，不是烧灵，不像烧灵，不像烧灵。对啊，梦魇了吧？好，结束。你看听得出来啊。快20秒，我的腿。如果是我的腿，如果是恶魔的话，如果是恶魔的话，你就来不及出来了。我的腿，好吧。好，走。这时候边打自己的腿边说：“快点动起来！”抽打大腿。
Welcome back. I've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 梦魇。看吧，无鬼照片真的是只能靠诅咒道具、欸。就觉得它这样改有好有坏啦，不然三星很好拿、欸。嗯，就是叫人家不要制作我或鬼魂照片，在干嘛？哎、欸，你刚刚那句话再讲一次。嗯，我觉得这个改动很烂呢、欸。垃圾，垃圾改动哎、欸。可以再说一次吗？还想说夸夸他一下。再又再来一次。太好笑了！电脑房可以躲，太棒了。好，开那个带车库。车库躲不了。内走廊不能躲，婴儿房可以躲。外走廊可以躲。嗯，哇，好亮哦，看不到。地下室可以躲。通常会躲电脑室、啊，最好的躲点。骨头。哦，餐厅。那个。对，暂停。你刚才不会讲话了？忘了，那叫哪里？诅咒物知道了吗？找到了吗？没看到。音乐盒。OK。哦，鬼魂照片可以了。啊？什么？有音乐盒啊，可以拍鬼照啊。哦，对。好像是洗衣房诶、欸，洗衣房11度，就外面15度诶、欸。不可能十几度的啊！不确定。没事啦。而且地方很热哎、欸。对。我最近跟着我那30多度。什么鬼啦？我是在问你的那个。来，东西你拿进去吧。什么？进来？就想跟进去玩了。没有，我去搬第二段呢。哦。我去搬第二段呢。第二。那叫第二趟。有谁是这样？运动感测器、收音机。第二个放客厅好了。嗯，不用怨灵。有收音的。海盐是吧？被隐形山。80个晚摇，拜拜。东西运动感测，拜拜。哦，运动感测有了。哎，收到了。哦，讲话了。为什么还要放点阵啊？哦，还没有拔掉。哦，帮你拔。哎，等下为什么有一个拍到两星？哇！哦。Oh no！ 它上面太多东西了，然后它或者是它已经靠到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山顶了，就不对了。哦，吹蜡烛了。哦，完门了。哦。我变。有活跃度嘛，所以不太像暗影。看你要现在改那一场，完全不相同。有遇过一个比较活跃一点的暗影吗？比较而已。有喂，又有鬼照了。你好，都是拍的秋瓜。不知道啊，没事。哎，任务解完了耶！可恶啊！没走了。啊！才不知道鬼是谁了，谁了？不知道鬼是谁了。虽然我任务解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鬼。再来看会不会关电闸？
然后是哈气，走速度，脚步声，剩下的还可以，还可以哦。啊，一直我们进去玩。不了，不是可以吗？你不是我说分辨的那种可以，我说的是分辨上的可以，嗯。你骗我？我没有骗啊，我只是我没有说，我还没有说完呢。还可以，又不是不怕的，不这可以。我要玩音乐盒。怎样那么嗨？我哎、欸，直接列上哎、欸，不行哦，抱歉，没，我没有看到刺猬跟乱虎，是七十，其实还好啊。嗯，没有，就魂魄跟赤鬼这哦，没事。哎呦，赤鬼是可以看上，我知道啊，嗯、啊，谁看？对吧？但是镜子大大看啊，拿着摄影机堵在门口看，等他出现。软魂可以听脚步声。哎呀，差三张，让我把它拍完。哎呀，回来了！你不是很高哎，你是八十多哎。你说镜子哦？对啊，全总共。那镜子你是四八十多没错。现在要怎么？现在是要听脚步声吗？等他裂，怎么裂？底子那么高，怎么裂？就音乐盒开下去。对啊，所以我就说我要玩了、啊。哎、欸，他关电闸。哎、欸，关电闸了，好，巨灵先背了。好吧，音乐盒。可是其实也不太像刺鬼的活跃度，正常活跃度的感觉。所以软团也其实也不太像。那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拍摄的电子器材？有啊，一堆啊，所以 OK， 那就可以撤了。好，开始喽！我拿音乐房。回音你们要自己听哦。你直接去躲就好了。嗯？啊？他是没碰到音乐盒吗？他不在洗衣房哎、欸，我刚掉在洗衣房门口，他没有去踩。哇！哇！该多少、啊？哎，十字架、啊、平均五十五四十九。对呀，十字架没有收走，他也不会猎杀。拿走，拿走。好了，蹲好了。哎、欸，那是你这怎么这么高啊？然后这是没钢啊，是吧？裂、欸、了，有一般的。哎、欸，鬼音哎！我听不到脚步声了，不是赤鬼。鬼音呢、啊？鬼音，嗯。你干嘛啦？怎么啦？怎么了？可以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躲，他一直很想要走出来找我。就
我是听到他在这附近。没有，我跟你说，我刚刚蹲在这里，他一直在蹭那个门。我跟你说，外走廊是一个最烂的点，他走到哪里都有声音。反正就是啊，所以我才本来就是、啊、不要躲那边啊，本来就是啊。我说，反正我是在那边蹲着看了，我不知道，反正比较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哎、欸，他真蹭得到门口的人呢、欸，真的。他是但是我不行啊，就是那个你要卡的刚刚好，那个才能走，溜得很强。我知道啊，就是成功几率一半一半啊，过跟没过而已啊。我不理我了，我断线了吗？喂。嗯，哇！三个人突然同时不理我。在喝水。没有，我刚在想要怎么死。嗯。要怎么写？看有人在那边偷写小说啊！小说啊，为什么他的直播台怪怪的？什么东西？哦，我这画面上就有那个界面吗？没有，我在写那个小说。偷那玩游戏那么写小说啊，这个人。还好吧。啊，刚刚在 loading 嘛。刚刚在 loading 嘛。电闸车库。好抓。嗯，车库一个多点。我原本以为我在开崩体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搞定的。对呀，崩体，你有点想太多。崩体，厕所，崩体是一款巨型像游戏、嗯。可是我听得懂啊。不是，我意思是说你要看剧情啊，你要慢慢点。我用听剧情啊。那你要慢慢点啊。哦，它可以自动跑啊。你要选择啊。它可以自动跑啊！不是，有时候你要做出那个对话选择。啊，对啊，所以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就转回去啊。有什么？三，一麦三，那个瓶子，这个。我知道，我说他我刚刚没有看到灵球。有三。所以他是丢厕所里面的东西是吧？那不是按钮。然后通灵盒没有反应是吧？情人节快乐，小林，情人节快乐。嗯，我也没看到灵球。捕获鬼魂照片是怎样啊？你够了、哦！你反正你那句话再讲一次，你是不是制定任务有这个啊？我可能啊！一定会有捕获鬼魂照片的选项。我踩了，你可以再把刚刚那句话再讲一次。没有脚印，没有脚印，没有脚印。你通灵盒测过了吗，镜子小姐？没有。要进来玩一下。按错的。没有。吹蜡烛。
快一下，分别登。要留多少？哎、欸，一张，还可以拍。关电闸就已经删了。好了，我留一张了，脚麻了，脚又麻了。捕捉道具是什么？哦，猴爪。猴爪。哎、欸，是说那个定点的点阵要不要放在门的门附近啊？不是放在门，没有必要都放在里面啊。那这个空间这么小，我定点是放门啊。哦，好。那我们看起来很像是两个都放在厕所里面。哎、欸，偏向西，然后在里面。动门二。有出现过 EMF 四吗？没有，我刚没在看。没有的话，那有 EMF 5的几率就很低。如果有的话，就有机会有 EMF。我现在看下一场 EMF 5是我一走过去就只有了。哎，对，这个是不一定，但是我说的是几率，不是一定。我说的是几率。不敢现身。哎、欸，这样感觉又好像不一定不是按你们，感觉还是活跃度又很低了。他有换房间吗？没有啊，目前没感觉。没有，里面吐烟呢。我有点刷牙刷小。他是连丢两个东西吗？我没听清楚，我在测试、啊。没有 ，EMF 只有 EMF 只有一个、欸，但我听起来好像有两个。完门。嗯，东西，我鼻音大声。等一下，我是鼻音。微波炉啊？他玩微波炉？起来有点像是微波炉声音。鼻超大声、欸、对啊，超大声，我吓到我一下。哦，听起来很像微波炉的声音啊。拿 EMF 过去就知道了。来得及吗？确定。还丢东西啊？没人，来不及了。我也有听到，我站在那个荧幕前面，我都听得到很大声嘞、欸。哈气。是有人开关电吗？哦。白乌哈，他关的。白乌哈，吃鬼不死。哎、欸，不懂。EF 哎、欸。哎，我手上，在这里，在这里。有事。有事就有机会了，是电跟、欸，但不一定了，不一定。啊、五级不是10%而已吗？哎，就是有，但是我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告诉你，有 EMF 4就一定有 EMF 5。对啊，就是不一定啊。嗯，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直都没有出现 EMF 4，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了。但是如果出现了就不一定了，就非常的尴尬。有人说没有紫外线，通灵盒没有，寒温呢？加不缺啊。冰球没有。笔记。3.9/2.6。哎、欸，他走出去了。出去了吗？在走，他跑去走廊了吗？我过来找你了。我在车上的，他怎么走过来？里面温度感觉不会有负人3度左右。我不敢伸个身。我可能有负的话，点阵都不出。所以到底是我们要离开鬼房，还是要回车上才看得到玉？没有，你们不用回，一定要回车上，因为车上我在看。我知道啊，啊，如果我们在鬼房里面的话，不在鬼房就好了，不在鬼房里面就好了。哦，那对、啊。而且玉林他没有办法离鬼房太远，所以我知道啊。以这个厕所的大小来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的话，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是玉林了。哎，但我不敢说实话。他在这边呢、欸。他在我
我吐了。啊，九度吗？书房？没有啊，他应该是在我这里啦。对啊，他在我这个位置。他回房。没有啊，没有土。好像也不太像恶魔，到现在都没裂。早就可以发动的力。鬼房在换楼。回温。换了哦，换了哦，换厨房喽，换楼房要回温了，对。嗯，那十字架记得要换位置。有啊，换厨房一根。玉林，拜拜。没有啦，玉林还是会换鬼房啦。玉林，拜拜。哪里啊？我在这，应该不用盖得到范围吧？该可以。没有韩文。也很少，没有唱过歌对吧？目前没有。嗯，那你要的几率也没有那么高。我只他听过一次吗？还是两次的？一次的而已这样。对啊，鬼魂世界里也不太多。没有。我对路西的 bug 呢？有点蜡烛吗？没点，我有 bug 的没点。不是刚刚不是哦，有吹一个啊？有吹过一次，吹一次。所以放一个蜡烛就好，不要放两个。哎、你放两个，他有可能吹两个，然后结果是怨灵，然后直接夜杀，然后你们就有人死了。不会啦，所以放一个就好。会有人死？不可能吧？等他吹了再放两个。平均68。不满。哎，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可能有没有可能？也有机会是差野吧？毕竟我们刚刚其实也待在鬼房和鬼房附近蛮久的。真的，哈哈哈！拍到了啦，垃圾任务，我是说任务，不是他。哦，唱歌，然后你还有，那换你不是换你？这样啊！唱歌，那好像有机会，有可能会出现女妖。女妖的话，不对啊，女妖的证据。你要的证据是紫外线灵球点阵的，有两个已经确定没有了。哎呀，靠腰啊！我按照右键。干嘛？为什么被吓到？不，我被一点吓到，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听到有人烧东西的声音，然后我一回头，我看到那个红色的火光，然后没看到人，你就把我吓死。对啊，没有灵球啊，所以我是不小心点到右键，然后说哎呀，干，人家那键，我又没有说什么，然后吓到人死了。然后回头看到一个红色火光，没看到人，我天，没有灵球点阵要的，你们要不要拿出来？嗯，有啊，拿出来了，拿出来了，要关灯，6.3，温度。不用关，不用关，怪怪的，不用关。哎、欸，放着，放什么？我放感测器啊，有个任务要运动感测器啊。哦。哎、欸，对耶，为什么运动感测器没有被触发？我不是记得我有在厕所里面放吗？你有放吗？没有放到吗？没有看到有啊，记错在我身上，我忘记放了。笑死！看吧，就叫你进来了。我有拿进去，然后我把它带出来了。你一直蹲外面，一直蹲。没有，我有进去过啊，我忘记放了。理智，你理智多少？哎，平均理智72%。不是平均你。你的理智52%。你
You， 我先赌了八十。好啦，我去车上看，我猜九十二，看不到。你挡住没用啊，你跳这么低，你那么瘦，你怎么可能看得到？87%就放在那边。屁！87%，你才87%吧？这87%没错啊。没有好吗？87%啊。87%啊。啊什么？我看到的明明是82%，为什么？听到了吗？看，是这样讲的吗？我5个是免费送你的。玉林不换鬼房，如果用猴爪的话会坏。哦。其实玉林会换的，除非之前是 bug， 所以之前都是 bug 啦，不然他会换啊。他只是换鬼房的几率很低。但是超低几率会鬼。嗯，超级低几率。然后别人换鬼房的几率是可能30-40%，他可能连10%都没有，但还是会换，至少我们遇过是会换的，只是几率很低，也换过一次。你看，敢不敢自己换运动车？敢自己？干嘛？不是已经有了吗？一个不够，不是一个不够啊！你就进来，理智那么高，你怕什么？他是可以换，还没有啊？哦，两条线哦。对啊，我们刚刚在聊这个啊，我可以搓一下，一条变两条，确诊线。哎、欸，已经被吹掉了是不是？哦，他在那边呢，走廊。哎、欸，有升温呢、欸，觉得。哎，怪怪的，是温度。嗯。没有了，温度怪怪的，但还是在这里。怎么会有11度啊？对啊，那其他地方20几度，厕所13啊。又不是日出。15、16。还在走廊就蛮凉，那走廊就。哎，等你。哦，关灯，他关灯，没有，他没过来，没接到，4级，又是四，13度了，又敢不敢出来？摔跤，16。哎呀，感谢订阅三个月。他又动手拉门呢，调一个过去好了。把这向上，对，向柜子上来。柜子上。翻新消息。先说实话啦，如果这个鬼真的是女妖的话，我总觉得有机会是我哎、欸。我们这里面蹦迪这么久都不动。对啊，所以我才这样讲啊。如果是真的是女妖的话，有机会是我、啊。你就进来玩玩看嘛。玩我呀！家都摆好了，啊，每个人身上都有熏香，虽然刚烧掉一个。那我身上没有啊。我给你啊，那我再给你啊。我不要，待会我不好就。那你在讲什么？你身上没有，那我给你，你就不要。你看，来啦，进来啦。那就要又菜又爱玩。嗯，不这样讲了吗？嗯，不是这样讲了吧？不是又怕又爱玩，应该是又怕又爱闲吧？欸、我又没有要进去，当然不能说我要、哦、我爱玩。好像路线呢、啊？对啊，你要玩这游戏，不就是爱玩这游戏吗？你攻杀小、啊，又菜又爱玩，攻杀小啊？奇怪、啊，路渡人，先攻杀小，敢不敢出来把超度了？吵死了！他已经跟走廊一样温度了。他还是我要放两个在这边呢。反正他放哪边他都不走啊，很烦欸。对啊，对啊，也是。走廊好像又比较低了呢。又换的吗？对。
换走廊了。我被换成其他事情。我们这场都没吐烟呢。这场好久哦。对啊，我才说很搞，直接绕杆走。你看，输的 bug， 爱你的声音。哇塞！不是、欸，走廊也不是，走廊是低度哎、欸。关灯，关灯。六度、欸。照一下，照一下。关灯。他还碰了什么？哦，吹蜡烛，吹蜡烛。15度哎、欸，走廊。他丢里面的东西。对啊，15度，没错。嗯，不像怨灵。他跑到房间里面玩。哎、欸，里面吐烟，白痴哦、喔！对，搬到后面的房间了，4.1，这温度才对嘛？哎、欸，好像有机会是梦魇吗？不，因为他一直乱跑啊。他一直朝着没有灯的地方跑，不是吗？要玩电脑啊！我也是。他一直朝没有灯的地方跑的话，就 有点像梦魇。那家很高配耶，305哎。那个啊，高配的人比我家好。对，我只有一个屏幕。白雾号。啊，我。我啦。啊。为什么那个门被拆掉了？哪个？当然是客厅的门呢、啊。我怎么知道？哎、欸，不是，对，我正在找那个。一堆东西。然后情人节快乐！不在房间里面又玩呐、啊，玩呐、啊！各位，情人节要结束了，各位。运动感测器成功收到了，关掉关掉。好死，哦，一路。哎、欸，你还玩呢？这、快点的，笑死。特别是我0.1度，哎，0.1，终于韩文的吗？是了啦。韩文0.4，是了啦。0.3。吵吵吵！干嘛干嘛？啊！突然很活跃，乖乖，现在负了负了。零点就是负的啦。零点就那就韩魔还在，但是没有很频繁关电闸、啊，那也不太像韩魔。他有关灯关两三次吧，电闸没有。哦。关灯而已，关灯而已。走廊灯关了三次了，那暗影还在耶、欸。哎、欸，你好。可是这鬼人真的有点太多了，不太像暗影。我现在唯一有一点怀疑的是卵。高了。卵魂不是暗影。平均。哦，烧了。平均42。啊，这么低，是十几哦。你的理智很低啊，你是5%了。没办法、啊，我被哈了三次。你一直疯狂被哈，一直被哈、啊，反正你疯狂被哈。你本来就你是最低的那个了，现在变得更可怜了。你刚才有30多了，然后你被哈了三次。怨灵也不是啊，他不是吹了，不是怨灵，不是怨灵。啊，要6鬼了，也不用到6，就是躲起来就可以。啊，如果是吃鬼，因为有3个，没有吃鬼。啊，对呢，白狐哦。嗯，没有吃鬼。因为剩下我这边剩下4个鬼。猎杀。然后脚步声会变化。短吞吗？顶水。
变慢了。哎、欸，听不到了。亡魂吗？我知道它很慢而已。不知道去哪里、啊。我刚才不是听呢。哎、欸，我开着灯，它没有找到我哎、欸。不是啊，因为我你确定是他没有找到你，还是很慢吗？我头灯开着啊。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只知道很慢而已。他没过来，他没过来，他没过来啊！不是幽灵，毒发好像蛮多，来不及过啊。毒发好像蛮多眼。对。对他有踩到啊，算了，再来。所以根本不知道你魂模仿速度到底是没有灵球啊，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个，不知道他的那个正常的走路速度到底是多快。只知道是慢而已。我记得我一开始听到的很像软魂，但后面听起来又很像是亡魂。但我又不知道他是不是刚好在很温的地方，因为这个地图除了鬼房以外都很热啊，也有可能是寒魔。反正就是有点小尴尬，只能确定不是幽灵而已。如果他这次一出现就是快速度就是快的，那就马上就可以知道是哪个鬼了。我关的，我关的，我关的。OK。嗯？怎么是个崩铁的声音？错觉了？怎么不裂了？哇，我手麻了，完蛋了！等一下我会死。nice， 怎么 nice？ 我会死。nice， 我说 nice。哎、欸，烧掉了，该死了。你的收音100%啊！我刚开起来，我魔怪炸了。有没有蜡烛？我身上没有。来了来了，裂了裂了裂了，很慢欸，巨灵，亡魂，不用撤了吧？亡魂吧。我看像寒魔，我手麻啦。对啊，他在鬼房啊。结束了。嗯，可以了，走啊。我手麻啦。他在鬼房，那就不可能是寒魔。这个速度不像软。我现在在用脚按住 W 键。用脚？到底怎么按的？还好吧。想学吗？来。能 Q 啊，这个那个什么。一下 Q 就会。不用了，谢谢。你主要是怕没经验。那我能体谅。好了，就这样。啊，好了，睡觉。嗯，睡吧，睡吧。辛苦了。啊，辛苦了。感谢灯，感谢奈斯，感谢繁星大大，辛苦了。感谢镜子大大，肉大大，感谢老师，你们肉大大，你蔡老师，辛苦了。啊。要来画画。其实怎么讲，我现在很多时候都不敢把恐鬼症一些东西讲太死，就是唉，常常会被打脸，而且自己也没玩得很强，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敢讲。Welcome back. I've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 确定。你确定？你确定是？
哎、欸，那个谁，棉被猫，你还在吗？棉被猫，你是说随便让我画是不是？很小哦。啊，可是我现在好像不太能画画哎。自信满满猜他，结果猜错。不是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新，哎呦，等一下我看到，因为最近有那个有几个新手来玩，然后因为他们那时候一直不懂怎么拍鬼照啊，于是我就教他们说，你们就拍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拍满啦、然后你就是对着鬼狂拍照片就好了。然后后面就说可是那改掉了、还是什么，说怎么会改，没有改啊。然后是那个我就操作给他们看，我就拍满了那些三星照片之后，要拍鬼照片的时候，发现，哎、怎么不行？然后就直接连打的超大声。我说：“哦，改了哦。”对啊，觉得这改动是好啦，但是很烦。那再就是像刚刚的玉林了，我操，就是玉林，关于玉林换房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因为玩恐鬼症一直都有那种两种说法，太多了，就是很多说法，像刚刚跟我玩的这个金子，他就很会玩，但是有时候，我因为我一开始要认真玩恐鬼症的时候是跟他学，但后面有一些也很会玩恐鬼症的，又是有另外一套说法，导致我就很错乱很多事情。我现在忘记有什么事情是当时错乱的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都听，都试试看，可能也是之后有偷偷更新、偷偷改，所以不确定啊。等我一下哦。棉被猫不在啊，我要怎么画？还是算了，关台。我问你，你要画你妹？你要画什么？刚叫你，你没理我。有好久没开皮了哦，有没有两个月没开了、那皮好像两个月没开过它呢。那最近玩的游戏都不用开，不太适合开。哇，要怎么使用啊？我不会开皮了，等一下皮怎么开？哦，这样。哎嗨，好久不见啊！找个音乐听哈。哦，哒。我其实没有想法。好，那都不要画好了。啊，就这首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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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没想法，我就随便画了。
还是你也要跟你妹，不啦，还是你妹要跟你一样啊？这个、啊，这个的话可以画很快。哦，这张真的好可爱哦，怎么那么会画、啊？可是我跟你讲，这张是真的少部分，就是那种十张图里面，甚至30张、40张图里面才会有一张可爱又满意的。也不是说其他图不满意啦，有时候反而会太想画的一些风格跑掉，导致不是很满意。没有说不喜欢，但就是不满意。可以随便画。哎呦，那等我一下。露屁手啊，画画呢？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露屁手啊！在搞啊！啊！这个就是一脸小迷妹的脸。哎，来了，棉被猫教大家怎么画画。啊，等一下啦，我。自信哎，那拍到不该拍的东西，哎，做功德，我的功德枪呢？哎，敲敲敲敲敲。听不到声音啊！咚咚咚咚咚！哎，看一下哦，新增档案，这不是叶子的图吗？哇，你是色狼！呵呵噔噔噔，你妹的人设我还存着，还没，应该说还没删掉。被我教坏的，我没有教坏过他，有没有可能他本身就坏坏？然后每次看到你妹的皮，我就想说，可以不要人耳吗？啊，我要画什么？不知道哎、欸，给个方向嘛。标题改一下，嗯，有敲吗？为什么没听到蹦壳？有吗？有吗？没做出来，哇，坏掉了！啊，我没开啦，白痴哦、喔！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还要再开哦、喔！等一下哦、喔，等一下哦、喔，等一下哦、喔！你们好麻烦哦、喔！我等一下补你好不好？太久没开皮了。啊！欢迎我的生日礼物嘞！
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可以了吗？满足了吗？满足了吗？啊！棉被猫被打了，棉被猫啊！棉被猫。嗯，我不会消失。春节快乐，过了，过了，是昨天了。叔叔情人节快乐。哇哇！谢谢花音的情人节啊，生日礼物，谢谢。你说什么？谢谢花音，谢谢，谢谢花音的五分真定，那可以吗？谢谢花音的五分真定。你知道我昨天还想说，哇，说今天要开台，就又没开台。说昨天要开台又没开。我想说你会不会真的在等我？因为最近在玩 POE 又不太敢开台，因为怕就是都有。该怎么讲？我应该要不怕开台玩 POE， 因为这样才能问那些会玩的大佬们，什么？我调整我的流派啊，或是就是我到底哪边出问题，伤害上不来啊？因为 POE 我其实怎么讲，我很想去了解，很想去跟红石不一样，你知道吗？那款游戏真的是太难了。你可能玩着动一动，动个东西啊，你的伤害全部不见。啊、可能动个东西，你伤害突然不是一加一，而是一那个二乘二。在讲什么？反正是它不是一个说你能懂就懂的一个游戏，对我来说啦。嘿嘿嘿。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你妹会喜欢什么啊？晚上好，来说晚安了。你关台了是不是？辛苦了。辛苦你的七夕情人节台了。我真的不会画画，不对啦，我真的不知道，也是啊，也是啦，我真的不知道画什么哎、欸。
因为只在吃巧克力而已。哦，好好哦，好好哦，好好哦。我是真的不懂他。你们不是亲生的吗？画个大笑脸，说笑脸狼吗？是哪一种笑？这种，还是要这种？欸，为什么还是获得得到嘟嘟？我去其他人的台都拿不到嘟嘟欸。早安，打游戏挂台，你被震到了欸。又是谁？感谢花音的阵地。有哪一种笑啊？还是还有这种啊？大鱼小鱼的那种，的手指，哎，好，等我一下，没有烦，没有烦，啊，真的，这样子我尽力了，这已经是我的全部了。感谢教主，谢什么？好了，就这样子了，完成，丢给你。看，说好随便撇的，还是画那么认真？哎、欸，
你看画马同学他们就画很快啊，原因是因为有图参考，而且他的姿势我刚刚想说，不然就画一模一样的，他也是说好。你人真好，还好情人节过了，不然说到这句话很难过哎，还好啦，其实也还好。然后晚安，你晚安，你晚安。哇，怎么这张图？靠腰，非常的哎，感谢棉被猫的20小景点。为什么要感谢你兑换的啊？为什么要谢谢我？还是说你说谢谢我是因为我没有随便花？嗯，那这个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嗯嗯，哦，肩膀好痛哦！完了，又在提抬肩膀画画。我刚刚讲说，你姐姐我啊，在情人节帮你委托了一个东西啊。等一下，这才对嘛，哭啊！还好发现得到，那我下一张要叫你自由发挥了啊？你说你的哦，看你会后悔，你的图应该是三分钟内就画完的。没啊，我反正都自由发挥啊，反正是这样想啦，但是有图参考是最好的，没差啦，我接受。安内哦，安内哦，这样啊，
各样。我本来以为姐姐今天会开台，我都做好了要挂台挂到我去玩游戏的时候。等一下，我先洗眼掉。哎、欸，我颜色完全不对，他会不会生气呀、啊？应该不会吧？你看，这是原本的，然后。完全没吸颜料就会发生这种意外，你们应该不会难过吧？怎么姐姐怎么涂的颜色不一样，我的头发的颜色不是这样子的啊，姐姐。这个人花花都是抓感觉，哈哈，抓感觉画画啦。画出眼睛没说话，我加个东西好了，加这个，这个送的啦，好不好？这个当送的。送什么？又还没交稿，送啥小？好了，我呢？哎、欸，对，我在漏视讯的白痴哦、喔，靠腰。等一下，等一下，哎、欸，可以关了吧？可以关了吧？我忘记我还开着视讯呢，差点。啊，我是棉被猫啦，哈哈哈，我是棉被猫。存的档，没存档，没存进档。哦。欸、这张也好可爱哦、喔！完了完了完了，完蛋了！哎、欸，嗨嗨 ，Hello， 我是棉被猫，我是你姐，哈哈，我是你姐啦！你把他叫来了，可以不用这样啦。你不觉得你自己私下送给他会比较好？你既然这样子，你姐超可爱啊，真的吧？你看。看，害羞了。
档案另存。哎、欸，档案嘞？其实马同学的画的也不差、啊。怎么会觉得我画的不好嘞？对吧，马同学？你们要休息一下啊！好可爱哦、喔，马同学的哦、喔，我觉得马同学没有到很差，只是把他人设再来画一次而已啊。2023，对啊，马同学在这啊，还好吧，还行吧，还可以吧，这马同学啊。好啦，我把这张图丢给你姐，看看她的造化啦。好，多久没敲棉被猫？棉被猫在哪里嘞？棉被猫，棉被猫，棉被猫。哎、欸，棉被猫，敲我一下啦，找不到你了。棉被猫敲我好吗？好，看看。嗯，不是这个敲，靠腰。关手收。你也是这么想，哎。来，我们再换回棉被猫那张图，让我们当回棉被猫。被打哈欠了哎、欸，之后还要。开台画画的话，可能不能，不能给你们看我在画什么。我就要当棉被兔，当兔子不错啊。哎，利恩，早安，差不多了，要挂了，要躺。还是你们要看我、哦？好，我们换游戏，我们换游戏。既然打铁要趁热是吧？那我们换游戏。很屌。还有，其实真的图都是随便画随便，然后就有时候觉得说哦，可以看呢。啊，露出来了，等一下啊、哦。拿铁要趁热，不错，麻错，要就是我也可以跟你们聊天啦，然后也可以顺便刷个色围之类的。他挡不住，我可以把耳朵收起来啊。按错，白痴哦、喔！可是安妮就说我是谁，他要知道哎、欸，这样子他可以拥有两个男朋友哎、欸，乱讲话。
呵呵，乱说话。明天要 7WT 了，晚安啊！哎、欸，他如果有白鸟什么的，哎、欸，你刚好敲到。他如果有白鸟的东西，你帮我留意一下，好不好？好啦，晚安，快去睡，我要跳。哦。好哦，好哦，感谢你。我那时候叫蔡渣买猛兽派对来玩。啊，我怎么没有神圣石？三铜四千金，三铜四千九，有诶、欸，完成。用这个刷色尾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也可以挂机啦。就是你们知道，你们主播喜欢玩守塔游戏，然后刚好看到这个有个流派是可以挂机的，但是就是我现在还没成型，我就只能就这样飘落落的。然后看一下凋落，抹个油，抹油，哦，前333哎，好可爱，哈姆太郎。我原本也有画一个，我真的忘记我当时是画什么的。他就是用那些家具或是设备，你看哦，他是这个。这些东西装饰物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叠上去的。然后这是别人的图啦，我套用上来的。我之前的因为换一张地图的时候被盖掉了，不见了。我那时候很心累，于是我就干脆直接套用别人的图。啊，这个好心累，对，所以你看哦，我就这样。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怕我没有太多时间在这游戏上，但是我真的没有一个赛季是好好的在玩。因为这个赛季它多了一个帮对社恐很友善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买卖东西都是玩家对玩家嘛，但是它有一部分东西是这一季出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摆在你的拍卖上面，会自动收取东西，不用跟玩家有交流啊什么的。啊，我就觉得这功能超棒的，哇！这功能社恐福音哎、欸！就其实我根本连塔都可以不用盖，我玩家挂机就好了。就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开着我们 Switch。反正就很多拍卖行，就对啊，就是拍卖场的意思啊，就是你人家要什么东西，价格标好，然后直接弄就好了。哎呀呀！等一下，我先掉了。It's branching exile.
看一下哦，就是怪从这边伸出来嘛，对不对？就是怪伸出来的地方，然后会自动去打怪。因为通常都要玩家走过去放技能嘛，但这个不用，这个就是放着给怪打就好了，不放着给我的角色打就好了。等一下哦，席位区的。It's put out new mycelium. New roots. 哇，这个流派可以让我挂着赚东西，然后还可以低台。等下什么？我手把没电 ？No！ 我看一下啊，这个有没有电？有，这个有电。笑死！昨天安妮才说，就不要什么没有电啊什么的。啊！没电的是我。没有电的是我，你要往哪走？但我现在就是想要让我的角色成型嘛，但成型有条件就是非常贵，我现在只能刷现在这种黄色的图，就偏中等的图啦，才能这样刮哦，高等图就没办法刮。他也不能刷，我就跟你们讲一下，最近也都在玩 POE。啊，刷个两三只我就关掉了，有点快睡着了，今天没怎么睡，应该说这两天。一天睡不到五小时。The blight is trying to spread. 哎，前阵子有大爆那个嘛，台风天作息突然正常，然后上礼拜的时候就开始作息又不正常。感谢英瑞的追随，安安晚上好。但画面有点杂，不好意思。刚才示范教学说我玩 POE 也可以挂机。干呢，要来困了。啊，不是因为显卡烧掉作息正常吗？不是欸，显卡那时候我的电脑还没，我电脑好是台风天的时候啊。在讲什么东西？我电脑好了之后台风才来，台风来了作息才正常。应该说很热，白天很热，晚上也很热。就台风把雨水带来了嘛，就降温呢、啊，降温，所以在楼上睡得特别长时间。在楼下睡，虽然有冷气，但是也有小孩子。你知道有小孩子会发生什么事？不用睡觉、啊。还好欸，刚好时间倒数结束了，不打完。这刷完，我们先关掉。我本来8点9点要开台，就是想画些图，然后再接恐鬼灯，让手休息一下。小孩超好睡觉，其实台风天那种
吵闹，台风天的雨水、大风大雨的声音都吵不醒我。小孩子在哭在讲话，我都会很不爽，就会起床。哎，台风白噪音，之前不是还很想听台风白噪音吗？我想说，我知道台风天开台哦，其实也有啊，我台风天有开台啊，只是麦克风好像有点好，它降噪很多。好，现在就来收歌了啊。看看开台运气有没有好一点。然后停电啊，对，就是那一天在玩那个，哎，玩游戏玩到停电，妈的。你要往哪走？哎呦，这个是有在看台的哦。哎，不对，苏达还在吗？乖小孩，这时间该睡觉咯，苏达。不知道你多大，但你总是比你姐姐小吧？对吧？在姐姐的眼中，你永远是她妹妹，永远比她小。看来不在了，很乖很乖。阿苏达，如果想要送图给你姐姐的话，记得来挂台啊。我其实有很心虚啦，但是我会记得开台的。靠实况过生活的人还不开台，真的快数翘翘了。哦、oh ，然后我甚至可以现在去洗澡，放着去洗澡，这样子。你要往哪走？哎。阿倩一直打欸，完了，苏达不见了。其实那天我不是有那欸，那天马同学换了嘛，我其实那天就是要。最后结束的时候就开台把图画完，但是太累太困了，然后隔天还想问马同学说，你要怎样的图、怎样的动作、怎样的姿势什么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我随便，你发挥就好这种话。那我说好吧，就随便乱画好了。然后一开始眼睛也是那种痘痘眼。不是那种水汪汪的，是那时候画到一半，突然想说，对耶，我一直想试试看他画那个，就是眼睛好看那个很大水汪汪的，然后看旁边的，然后就想说，哦，那拿你来试试看，就哦，可以耶，然后再就是，反正在想思考要嘴巴还没嘴巴，就没嘴巴就很像在偷笑还是什么，就有点少了一点味道，因为手还要摆高一点。后来我想手摆低一点，嘴巴露出来，哇，怎么那么可爱？好啦，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没来睡呀，没睡呀。好啦，大家晚安，晚安，一困，兄弟解散，耳朵长一下，拜。
长耳朵，繁星耳朵长出来。哎、欸，好啦，你被骂晚安啦。那谁，小智晚安，欢迎晚安。马同学晚安，丽恩晚安，别人呢？大哭晚安，大哭，我在不在？李光晚安，姚丽晚安，挨个抓出来。惨惨晚安，晚安晚安。啊，华英生日快乐！过期了两天，过期两天。明天如果有开的话，光遇也是跑不掉啦，会跑光遇。我原本想说下午跑光遇啊，可是下午三点电脑真的是不太能开、欸。图是可以勉强跑，可是图开台跑图，我很怕。艾鱼晚安，晚安晚安。